被害人一共发了五张图片。第一张图片使用这些金币要交纳保证金，小朋友向其发送了300元的微信红包。发第四张图片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小孩子已经是感觉到意识到就不是太想发这笔钱了，就是嫌疑人就继续用语言上对他进行诱导，然后继续让他发这笔钱。最后一笔，嫌疑人跟那个小孩子说还差6000元，如果这6000元全部充进去了，然后他剩下的钱就全部能返回来了。最后一笔转账给他转了4290元人民币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